这也是的确近期比较困扰大家的一个状况啊。哎呦，王威成打出了安打，左边方向的平飞安打，非常标准的王威成式的安打。这个球拉起来，在右边方向打得还蛮深远的，这个飞球应该会过去。这是一记红不浪，大家可以穿得相当一致，这个白色的袜子、白色的衣服跟裤子啊哈，这就是日本啊。我们国小运动会可能随便穿了，国情不同。打跑，收打哦。江坤宇最近的状况也还不错，这球点下去，点在边线附近，哇，成功的牺牲短打，打第一球打在中外野，这个飞球的距离应该是够了。哎呦，李成林啊，哇，高飞先打，攻下了中兄弟今天晚上的第三分。切起来又是一支安打，哇！而且这个安打滚到后面去，现在陈杰先有机会上二垒啊。哦，这一球打的气势惊人，中间方向的深远飞球。哎呦，哇！陈杰接的也很潇洒，这个动作。那做对决啊。哦呦，这个球倒是打成了飞球，这个飞球有没有进手套？哦、处理哦，先处理。对，先把球传回来再说了哦。那看起来好像是一支安打，这应该蛮清楚的，就是在手套里面的弹啊。对啊。哦，哎、欸，哦，尤其是羊头啦，或者是王牌等级的投手，先来看一下这个左边方向的滚地球。哎呀，传的比较短啊。这些投手搭配起来也都顺畅。再找上王威成，哇、哦！哎呦，多拿了一下，再传就来不及。哇，这个半局王威成的状况蛮多的哦。又是一个反方向的飞球落地形成的安打，现在同时都要追加分数了。哇，这个半局同时队把比数追到了2-3，陈杰宪个人的第四支安打。对，打高了，游击手向后退。江坤宇就定位踢出去，滑球来了，三振出局。我今天要解决陈杰宪是不简单的。对，讲到三振，马上就来了。中兄弟最后是以3-2一分差，惊险的击败了统一狮队。这个球有机会，没错，这个掉进来的变化球被岳东华掌握住。三垒手没有办法处理，游击手接球之后传一垒，来不及了，这是一支内安打，考验一下老搭档啊，在游击区的守备了，还可以打出自己要的一个成绩。这球中间方向传员出去，形成了安打，王威成的安打要带有打点了，连续两天的比赛王威成都有打点，换的投进好球带迫使你出棒啊。这个球带成了一个右边方向的飞球落地，是一支安打，有机会上到二垒，甚至有机会上三垒，来看一下王威成的脚程，上到二垒之后脚步停了下来，这个球带起来在中间方向，中外手向后退去追，这个球没有追到，陈文杰又要打点进账了，现在王威成绕过三垒之后要回本垒，陈文杰上到了二垒，哇，陈文杰这个打席在两好球之后提出了这支长打，带有一分打点，中英兄弟2-0领先。对，吴杰瑞这一棒打穿了游击防区，这个球打穿，现在李成林的版面会更大了。二垒上跑者现在要冲本垒，这个球在本垒这边来不及了。我这一棒打得也很强劲，中间方向的安打，现在同时对这个半局两出局都出现了第三支安打，又制造了一个一三垒有人的局面。我又打穿了，左边方向的安打带有一分打点，现在同时对追平比数。陈杰宪真的很厉害。量好球之后照样可以打人打。对，又一个。今天施冠宇挥击的手感也跟李成林一样都不错。对，哇，穿越安打，那二垒上的跑者绕过三垒之后要回本垒得分。哇，
连续两个半局德布劳拉都是两出局之后被同狮队拿到分数，现在同狮队领先了。右边方向的飞球要看落点，哎呀，就没有办法掌握住啊！啊，哇，形成了一支二垒安打。滚地球要拼本垒，这个球在本垒前挡住了这一分。这个球要牵至二垒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！哇，石冠宇真的要回去好好看书才行啊。柯瑞在四月二十三号那场比赛五局投球，面对中信兄弟只有两次的三振。这个球打在右边方向，是一支安打，江坤宇这场比赛的第二支安打。哎呦，这个牵制发生了失误，发生了失误。现在江坤宇上二垒，有机会上三垒。联盟排名第十七啊！哦，投手犯规。哦，投手犯规没错。哇哦，这样子一个牵制的爆头，一个投手犯规送分哦。最后才在台湾大赛四战横扫。这一棒打出去，在中间方向打得还翻深远的，这个飞球落地形成了一支安打。现在张志豪应该会上到二垒，没有问题。在九局的下半，中信兄弟一开局就是得点圈的大好机会。中间方向安打，再见安打，詹子贤相隔了两年之后再度敲出了再见安打，帮助中信兄弟连续两天都以一分差击败了统一狮队。哇，詹子贤很少看到他跑这么快的。在场上，他为了要逃过队友的追杀，然后他就靠着二缝线跟切球。哎呦，这个球掉在界内。不过李成林的主意也还蛮快的，所以把王威成这个冻结在一垒上。真的要点吗？没有，是一个收打。这个球打在中间方向，打在中间方向，形成了安打。这个球送到了中外野，陈杰宪向后推去追这个球，在全垒打墙前。陈杰宪接杀了这一球，但是距离应该是足以让王威成，哎呦，连陈文杰都上二垒，王威成上三垒，做比较正常的出阵。这个球碰了一下，应该是有分数进账了。林敬凯接球之后传一垒，没错，王威成回到了本垒。王威成这一棒打穿，又是安打。现在二垒上的跑者绕过三垒之后要回来得分。哇，这个半局王威成出现了安打，帮助中信兄弟再添一分呢、啊。哇，落点就掉在三位野手的中间了。哦，陈瑞也可以守。哇，这一棒被咬中，被咬中，在右边方向还蛮深远的。这是一支两分打点的全垒打。哦，大变速拳哦，来跟这些打者做对决。但这回被徐忠选到了四块保送。这球打了在右边方向，右外手追过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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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飞球追不到，形成了一支安打。现在许俊荣绕过三垒之后要拼本垒，同狮队回传球，在本垒这边有机会挡到吗？挡到了！这个球打成了游击手上空的飞球，形成了安打。现在詹子贤绕过三垒之后要拼本垒，同狮队回传球，经过转传之后 ，save， 中信兄弟这回要到了超前分。打第一球，哇，岳东华扑下去没有拦截住，高国庆连续第四场比赛敲出安打，四坏保送，这个球就用传了，四坏保送接球，要塞速球，这个速球被打成了右边方向的飞球，落地形成了安打，现在同一狮队要追平，甚至有机会超前，没错，回来了两分吗？在本垒之前这一分被挡住。哇，但已经足以让同一狮队把比赛延续下去以后的反攻机会。这个球打在游击区，游击手接球之后要自踩垒包，踩二垒封杀了跑者之后也结束了这场比赛。哇，陈运文有惊无险的抓到最后一个出局数，帮助同一狮队赢球，也终止了最近的三连败，同时也让中信兄弟最近的这一波五连胜呢，在母亲节的这一天告一段落。